在我这附近。但是原来有。不过我摸不到他呀，一会儿爆屏，不知道他能不能直接爬爬走，就是摸好爬走，周琦爬走，能开的话直接开，去摸他，有博吗？摸了，开直接，爬不到，不是没摸起来，但是。传送，你们开小门接走。没摸起来，但是让去。哎呀，他换了传送。我在这边。看能不能摸一下，你看能不能摸过。看看摸的话就能不用秒就不会有血。怎么昏了？等会儿自摸起来开门，自摸起来去开门，佣兵要去摸，不用搞，走。摸起来之后开门，不用管我，你们小门直接走。他可能打佣兵去了。杀我！你没有倒过？我倒过一次。那你可以爬出门，爬出小门去，我走地窖去。往小门就走就。你直接往小门倒就行。倒完之后直接爬出去，我这边走地窖。海边有没有地窖？还是双十一？没有，海边甲板都没有。我去看一下。嗯，那就双十一跟小船了。你死小门，你死小门就行。在小门是吧？你们都那监管在哪里？那你们直接从小门走吧，直接从小门走。我再冲。嗯，你到时候爬出去行。走吧。我佣兵，我能走。我进门了。嗯，走吧 ，nice。